想欣赏河口湖的美丽景色，就一定要去大石公园啦。在这里可以一路沿着湖边散步，一路欣赏附近的景色。秋天的时候还可以见到片片芒草田。沿着湖边去到尽头，就会去到花街道，这里有一大片波波草，任影不溜。先生，どうやって綺麗な写真撮れますか？教えて。はい、まず肩幅に開いて、はい、で斜めにしてで腰あたりに手やってはい、ポーズ。はい、ポーズ。不過大家都唔好偷偷地在欄杆入面影相啊。拜拜。行咗咁耐，可以去河口湖自然生活館咖啡休息一下，食啲嘢補充體力。食完嘢記得過埋隔離血拼喎。这里有很多富士山主题手信，小心买到荷包干糖啊！皆さん、川口湖に観光客は何人いると思ってんの？35億。なわけないだろ。有日唱 in Like Japan。